所以呢，若讲伫咧修禅定的时阵，那么升起即个贪欲心的时阵，哦，这是戒，将你的光明的心给砍掉。那么升起来的时阵呢，其实这是必然的，因为若未升，你就无需要修定啊。本身就袂起烦恼的话，那么咱修定要创啊？就是讲会定定会有即种的烦恼，所以咱要修定来甲消灭。所以起即个贪欲界，是会起，袂当讲完全袂起。啊，毋过呢，伊则讲的是忍受不舍，就是你呢随顺你的即个贪欲的心，一直甲迄个思维，一直迄个回想，安尼。咱照讲呢，你若贪欲界生起来的时阵，那么你爱甲指责，指责讲即个烦恼，你爱甲破，爱甲骂，这是有办法。贪欲界生起来的时阵，那么你爱观察讲，即种贪欲的歹处，对咱呢真无好，袂当安尼落去。啊是呢，你爱甲观察即个欲，咱即个外境呢？外顶境就是因为好，咱认为清净，真殊胜，所以呢，会一味想要去攀缘，会起即个贪心要去攀缘。那么你爱反倒转来思维伊的过失，即、這个用呢，亲像讲即个蜜共款，蜜呢是真甜，那么人真爱食，啊，毋过你安那甲观察伊的无好呢？当即个蜜若伫桌仔顶面呢，就无好啊。你想要甲食呢，毋过恐惊即个籽会许挂着伤，啊是讲亲像即个树仔顶有即个水果迄种色啊，那么即个色的水果嘛是真想要去甲食，毋过当你爬起去的时阵，恐惊会摔落来。这得有过失，所以用呢，我去追求的时阵，伊的背后有真侪过失。搁再来就亲像啥，亲像即、这个，人讲即个肉，一点仔肉，黏伫个骨头顶面，就是无啥物滋味共款啦。所以你爱用即种方法，甲咱教的方法呢，迄个骂，骂讲即个贪欲，实在呢有种种的过失无好。那么你知影讲，这是无好的，你就自然袂想要去攀缘。就是你认为伊好，较会去攀缘。那么你若甲观察讲，这种臭的，亲像即个血不共款，亲像大小便共款，还是亲像咱讲动物食的迄喷共款，你就袂起即个欲心，想要去攀缘。即个就是爱甲。下掉，啊，用即种的方法，紧甲下掉，卖互贪欲继续生。如果你若忍受的话，一直伫遮起贪念，一直咧甲回想，认为即个欲真好，真殊胜，那么我呢，坐伫遮呢实在毋对，我应该来享受欲较对，坐伫遮真苦恼，那么就袂使，即个就有犯着戒。啊，毋过呢，起贪欲有起贪欲的即种的过失，贪心生起来，当然你有即种的烦恼，会生即种的心念，这是真自然。毋过生的时阵呢，是有过失的。那么你若忍受，无要甲对治，有另外犯即条界的过失，无为犯者。若为断臂升起傲欲，发勤精进，烦恼名利，八欲心垢，时时现行。那么，什么款的情形之下，你起贪欲心，贪欲界现起，那么无犯着这条界，就是讲，如果你若有要断掉这个贪欲界，的意愿，我有即种的意愿，我想要断掉贪欲界，
那么我嘛是真精进、真努力，吼、哦，用种种的办法要来甲对治。吼、哦，啊，毋过呢，烦恼实在真猛烈，吼、哦，将我的心呢拢砍掉的。吼、哦，然后呢，因为我的吼、哦、这个功夫无够，无遐多呢，一时就对治这个烦恼，煞乎烦恼呢，定定拢会兴起。这个时阵，啊，我虽然真用功，啊，暗过等一下，就搁去想到，啊，这个贪欲的代志，啊，想搁要去攀缘，啊，那么等一下才讲这唔对的，无应该去贪欲心，啊，然后呢，赶紧对治，我赶紧来念佛，暗过呢，念无五分钟，等下搁起贪心啊，啊，安尼就无犯到这条界。就是讲，你有这个断掉的心，哦，你无忍受，你有想要甲这种的烦恼甲卸掉，不过呢，一时做袂到，就无犯到这条界。哦，这是指无这种犯界的过失。哦，啊，不过贪欲现行的时阵，哦，其实嘛是有过失。哦，因为当你贪欲心起现行，伊就阁分心嘛，啊，就阁落一个境界。那么将来呢，这个政治伊就阁会起现行，啊，那么起现行就阁分析，啊，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的过失，啊，你想要甲对治呢，就无愈无法度对治，啊，愈无力量，啊，所以呢，这是指这个贪欲，啊，如贪欲界，啊，如是勤慧，啊，昏沉睡眠，啊，调剂恶作。给予理解，当地用你。那么，亲像贪欲界的同款，吼、哦，下面呢，吼、哦，这个亲慧，吼、哦，嘛是同款，啊、哦，这个亲慧呢，啊、哦，亲慧界，啊、哦，是第二种的，啊、哦，这种的烦恼。那么，这个亲慧呢，是啥物慧？就是这个啊，万恨心嘛，啊，嗔恨心。那么是安怎会有嗔恨呢？啊，比如讲你同参道友当中，啊，别人有去，啊，等于讲去犯着你，啊，还是讲对你呢有失礼的所在。那么你咧静坐，啊，咧修禅定，结果呢，你甲一件代志提起来咧思维，啊，提起来伫遐咧想，想着了就无欢喜啊。啊、哦，就简单来讲，就是安尼。啊，比如讲呢，人困做伙，啊，大家住做伙，大家暗时啊咧困，啊，那么忽然间呢，啊，迄、那个别人呢，吼、啊，某物人伊就唔困，伫遐咧讲话，啊，障碍你休息，无欢喜，啊，等一下，啊，天光起来坐禅，就咧想讲怎即件代志，啊，互我拢无当休息，啊，互我安尼静坐的时阵呢。哦，无啊，都好好修，啊，啊，就伫遐咧回想遮，啊，想想的就无欢喜，啊，啊，是讲你有，啊，有犯错，那么人有甲你，啊，甲你检举，啊，甲你激励的过失，结果呢，你想到这件代志，啊，无欢喜，啊，就会安尼，啊，所以有当时安尼，咱若讲，啊，这个尽量爱替人设想。这个人咧静坐呢，吼、哦，伊也真安静，伫遐用功。如果咱来讲发出一个音声，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呢，吼、哦，会让人起这个嗔恨心。吼、哦，所以人咧这个禅堂内面，吼、哦，咧坐禅、哦，一般若出音呢，拢爱真注意，吼、哦，尽量莫发出一个音声、哦。因为你来讲去障碍着人，将来你同款会得到这个果报。哦，暗时啊呢，大家咧休息，哦，嘛是，哦，你着爱好好互人休困，哦，你着尽量要创啥物货，吼，迄爱即个动作呢爱真轻，尽量莫发出音声，哦，因为你来讲调讲讲吼，发出一个音声，啊去妨碍着人个吼休息，你将来同款，啊，有可能讲你真需要休息个时阵，结果呢就无遐多。就会有障碍，啊，为什么？
就是你过去有落即个因，哦，所以若讲平平伫道场咧修行咧，就尽量，哦，你讲一举一动咧，哦，莫去哦，互人安尼，哦，爱替人设想，哦，有当时啊想讲过去师父捌讲过，讲去修戒，哦，修戒时阵大家困做伙，啊，有诶暗时啊就毋困，哦，就摕迄个落啊伫遐咧整理物件，安尼真济，哦，啊整理呢就发出迄个音声。这个书就跳起来甲骂，安尼，因为妨害到人的吼，即、这个休息都无好。虽然大家无欢喜，也无讲，不过你将来呢，同款爱承担即个果。当你想要休困，哎，就有物件来甲你干扰。为什么？就是你有落即个因。所以，这个亲恨的修行的时阵，是安怎会有这个无欢喜的啊亲悔改啊？就是有这无欢喜的代志嘛。那么无欢喜的代志发生了后，你事后搁起来甲想，啊，想伊对我安那无好，那么当然你就生起这个亲恨心啊。或者是讲呢，你回忆着过去啊，无一定讲。伫个道场内面发生个代志，吼，你过去，吼，还袂入来道场，还袂修行时阵，吼，看人对位袂拄好，吼，那么摕这件代志起来想，自然就是无欢喜、嗔恨，哦，或者是讲呢，你想着讲，啥物人，伫将来要对我无好，哦，代志还袂发生，不过呢，你先伫遐想起来藏。坐伫遐时阵，就想讲啊，迄、那个人，啊，伊啥物时阵可能要来害我，还是安那，啊，还是呢，有要来搞我创啥物坏，啊，那么嘛是生起嗔恨心，安尼呢，啊，嘛是嗔悔改，啊，如果你若是忍受不下，嘛是有犯着，啊，犯着这条戒，啊，那么如果讲你知影讲嗔恨心，啊，爱是一个唔对个。烦恼我爱消灭，吼，啊，毋过呢，实在嗔恨的烦恼太大，无遐多，吼，一时甲改掉，那么无烦，吼，含进前即个贪欲界共款。那么第三是昏沉睡眠，即个昏沉甲睡眠呢，吼，是两项。昏沉呢，就是讲你咧修习禅定的时阵，吼，啊，毋过迄当阵呢，心无力量。哦，即、这个暗昧去，哦，乌暗去，哦，人讲像个昏迷共款，哦，毋是昏迷遐严重嘞，哦，就是讲，互你个心，哦，安尼昏沉昏沉，安尼，即种呢，哦，叫做昏沉，那么就无力量，哦，无迄个堪能，哦，来修善法。即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有个人呢，哦，伊静坐个时阵，哦，那么伊感觉讲，迄当阵我个心呢无分别。是不是得定啊？有真侪人是因为昏沉去的，不是得定。伊认为讲，当中我的心呢，完全拢无分别，其实是暗昧去啊，黑暗去。黑暗的时阵呢，相貌吼所现的景啊，都无清楚，吼都黑暗。暗过呢，伊有一个错觉，吼，我是不是无分别啊？入这个定呢，吼，定那是专注伫一境的时阵，吼，是无分沉，嘛无调剂，吼。按过呢，伊煞错甲讲，吼，我当阵，吼，无分别，无有种种，吼，散乱的分别。按过伊属性呢，是因为分沉去，啊，不过会有互人有这种的错甲讲，啊，伊我得定啊，我得着禅定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昏沉的烦恼。那么睡眠呢，就阁愈黑暗。昏沉是压未，昏沉就是讲迄个境，所缘境呢，敢若有，敢若无。啊，毋过睡眠呢，就是完全拢无去啊。就是伊的心呢，就非常的黑暗啊。有的当时啊吼。坐禅的时阵嘛会，吼，等于坐到拢困去，啊，困了阁会寒，吼，嘛有这种的，吼，有的是昏沉，是讲爱困，吼，想要
会伫遐独居安尼，啊，毋过踮伊着搁精神。啊，有诶是坐咧了就开始咧寒，啊，嘛是有，啊，迄就是完全拢困去啊，啊，嘛是捌有即种情形，坐诶时阵呢，结果呢嘛伫遐做梦，啊，人即个音留音呢，点一个，你爱，吼，起来啊，吼，时间到爱起来啊，吼，较精神，啊是有诶毋知影精神，爱人去遐叫，安尼，啊其实伊是伫遐咧困，吼，嘛是有坐咧嘛会当困，吼，这是。昏沉甲睡眠，那么为什么讲两种？吼，两种甲合作伙呢？吼，因为当你若昏沉的时阵呢，就是接近要睡眠啊。昏沉的迄当阵呢，心的状况是接近要睡眠同款，所以呢，这两种就合起来讲，吼，是一个解，啊，一种的烦恼解，啊，这是安尼。那么吊忌恶作，哦，这是第四项，啊，吊忌，哦，啊个恶作。吊忌呢，哦，咱之前捌讲过，哈，就是你思维，我过去呢，堪亲属，哈，有安尼，哦，亲朋好友啊，大家曾经捌做伙啊，啊有种种欢喜的代志，安尼，我过去，哈，啊未来修行之前，哦，跟我的眷属。跟我的爸母吼，大家做伙，我的某囝，大家呢吼享受吼，人讲天伦之乐吼，啊，那么这种种种的吼，真好的代志，啊是讲过去呢，要去对佚佗，吼，那么即卖呢，坐禅的时阵，去想到遐，心就会浮动，吼，再讲我即卖是讲，我要安住我的心，啊，予伊会当得到安定，卖遐尼散乱嘛。啊，不过呢，有当时啊，想到过去，吼，哦，会干扰，吼，哦，你若回想遐呢，其实伊就是干扰你的心，哦，你的心呢一直动乱，一直动乱，啊，哦，无法度安定，啊，哦，这种呢是吊忌。那么恶种呢？恶种呢是人讲后悔的意思咧，啊，哦，有一种后悔的意思。那么安那讲后悔呢？就是因为他去思念到，哦，他的亲属，煞予伊后悔。哦，今仔来出家啊，我来修行啊，结果等一下，哦，修行的当中，伫遐坐禅，啊，想到，哦，老爸老母，哦，结果就后悔去啊。哦，后悔啥？我是安那离开因呢？哦，我哪会来出家呢？我哪会来修行？我应该住厝内面，吼，啊，甲哄胎啊，吼，爱照顾老爸老母啊，安尼啊，啊，我今仔来走来遮，吼，来修行来出家呢，啊，哪会，吼，无甲因顾呢，吼，你着后悔，啊，是讲想到你的某囝，伊后悔，啊，我应该，吼，牵我的囡仔安尼做伙，真快乐，吼，牵我的太太做伙。哦，真快乐较对啊！啊，那会走来出家，哦，就会有这种的恶作的这个心，哦，或者是讲呢，对有哦应该做的，哦，我无去做，哦，你会生气，哦，这种的哦后悔的心，这嘛是属于恶作。有当时啊，我想讲要做一件代志，啊，我无做，哦，结果呢，一直伫遐回想。啊，是应该做，啊，无做，啊，无应该做去做，啊，这嘛是，啊，就伫遐回想遮，啊，我来无去做，迄当中我来安尼，啊，就是有这种的念头，啊，这嘛是恶作，啊。那么这两种呢，就是合作伙讲，啊，因为呢，这拢是属于互你的心呢，啊，伫遮有浮动，互你的心有动乱，所以呢，啊，叫做，啊。吊忌恶作戒，哦，再来呢，第五个是疑，哦，疑惑，哈，哦，一个嘛讲一个戒，哈，哦。当你疑的时阵呢，哦，安那疑，哈，哦，你对有这个师长，你有怀疑，啊，哦，你讲，比如讲你来出家来修行，哦，你来对这个师，哦，啊，不过呢，有当时啊，哈，哦，总是你，哦，无清楚较济。啊，那么你，互你产生讲，你对这个师长有怀疑，
那么怀疑的时阵要安怎？你坐伫遐，伫咧怀疑这怀疑彼，互你袂当精进来修行。啊，搁再来呢？你对有即个佛法有怀疑，啊，即个法敢真正遐尼好，会当解脱？啊，还是讲佛陀讲的即个三学，啊，戒定慧，敢真正就是照即个办法修得会当成就嘛？有怀疑。啊，是讲对种种的哦，菩萨做的论啊，哦，啊是种种的遮的佛法啊，你内心产生这个疑惑，啊，这嘛是一个问题啦，啊，如果你若有遮疑惑呢，哦，真济你真自然你来，哦，要叫你真哦，讲一个就栽入去，哦，我就无顾一切，我就是照安尼落去落实，哦，有当时也做袂到。你若有疑惑，就会安尼。哦，你若讲对佛讲的法无疑惑，吼，伊讲不杀生，哦，你若杀生，你就会有这个哦苦报。哦，你若是讲无疑惑的话，你绝对讲好，这件代志是对的。哦，那么我无疑惑，所以我绝对呢袂去杀害众生。如果你若疑惑，啊，杀生感真正就会安尼，你就无一定。有当时啊呢，有可能无抬，不过呢，有当时啊，你有可能会去，哦，会去抬。因为当你有疑惑的时阵，你有可能讲啊，迄无一定会安尼。所以呢，疑，哦，人讲你，什么大疑大误，哦，还是小疑小误，其实疑呢，嘛是一种烦恼。唔是讲一定爱疑，啊，疑呢？当然，你若疑伫应该怀疑的所在，有当时也是正确的。啊，不过你若讲对法，啊，对三宝呢，你产生怀疑，那么一颠倒呢，啊，会有一个障碍的，啊，情形发生。何你呢？本身你应该爱真勇猛去精进才对。不过呢，怀疑的时阵，你着惊咯，吼。那要行，那唔行，你会哦会惊啊？我咧做敢真正好啊？敢真正有利益啊？你特别讲真吼，用命落去修行啊。所以这个疑呢，是一个哦烦恼。要修止观的时阵，伫遐疑惑啊，你就袂无法度专注啊。佛陀讲修不净观，会当破掉这个欲，敢安尼？哦，你着真自然，袂讲真精进落去修，哦，所以这嘛是共款。哦，那么以上呢，这就是五种的戒，哦，烦恼戒，伊会当障碍你的禅定，哦，升起。哦，你若有这种五种戒呢，就无可能得到定。那么这咱爱甲拄灭甲掉。哦，如果你若会当忍受，哦，忍受这个代志，哦，素在伊去发生。啊，比如讲，看同餐导游哦，无欢喜。那么等下开始坐的时阵，开始咧想，哦，想甲人讲留音，你甲停止。啊，那么起来活动，哦，起来啉一下水，哦，去你便所一下。等下第二只香过来坐，佮开始咧想，哦，到这支香时间到，啊，停止。坐的时阵就是拢咧想这个代志，那么就无好，就免修我就对了，因为你时间拢起来哦思念这哦这无好的代志，啊，那么你若无要甲除掉的话，啊，就是犯着这条戒。你若讲忍受哦，素在伊去发生哦，素在伊去遐运作哦，素在你的烦恼去底下起现行，就犯着这个菩萨戒。那么下面呢，哈，哦，这个贪着，哈，哦，这个净入，哦，净入就是禅定嘛，哦，那么贪着这个禅定，哦，你认为这个禅定，哦，有种种的殊胜，哦，种种的快乐，哦，那么亲像讲食物件，感觉这个物件，哦，真有滋味。今仔日你得到定，
伊会有种种的安乐，哦，种种的自在，哦，你的心呢，搁在你的心呢，拢得到哦，真爽快的一种的感受。你若伫这种的好的感受当中呢，哦，你认为真有滋味，一味贪中呢，其实哦，嘛是无好的，而且讲呢，嘛是犯戒。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如意，贪味净如，以味净如见为功德，是名有烦有所为我，是染为烦。就是讲今仔日吼，咱作为一个菩萨呢，吼，那么你修持菩萨戒了后，如果有一天，互你修习禅定成功啊，啊，那么修习禅定成功了后，你就得到定。咱讲这个，你为欲界开始，哦，欲界呢是散乱嘛，所以这个心呢，身体哦真粗重，啊，感觉亲像石头同款，哦，脚步咧行，哦，真沉重。那么是安怎来安尼？因为欲，哦，咱的欲济，欲济的话，互你的心呢，安尼真沉重，啊，然后附带影响你的心，啊，有要做种种的代志，不过呢，就这个力量提袂起来，因为欲动的关系。那么今仔日呢，你若是因为修不净观，啊，成功。由这个欲界定哦，进一步哦，达到这个弥陀地定的时阵，还未到初禅。那么迄当阵呢，心安定，虽然无这个定的力量无深，不过呢，你会当得到这个轻安乐。这个轻安乐呢，就是你的心哦，身体。哦，得到平安，哦，袂亲像过去安尼，哦，感觉真粗重。哦，那么这个身体你会感觉讲真轻、真自在。哦，搁再来呢，心嘛会有这种的感受。哦，感觉讲我要成就这个代志，真容易。哦，袂亲像过去安尼，想要做，感觉讲做袂到。哦，我讲迄个能力，吼，迄当阵你袂。那么你若搁进一步呢，由弥陀地定，搁修。到色界的初禅，那么这个轻安乐呢，伊就阁愈殊胜。那么是安怎安尼？因为色界的这个定呢，伊破掉这个欲，所以呢，主动啊，这个种种的这个欲的过失，和你的种沉重的啊，这种的胳膊呢，伊会消灭。所以你若入定了，就真爽快，因为无欲。哦，无遮个烦恼，哦，烦恼互你沉重，那么今仔烦恼无啊，自然你就袂有这种个感受。你当阵呢，实在非常个快乐。人讲这个欲界个欲呢，上界殊胜个欲，就是男女欲。那么今仔日呢，你得到禅定，迄种个轻安个乐，佮胜过这种个男女欲个快乐。哦，所以呢。你当然人众生呢，哦，凡夫呢总是爱快乐的。哦，今仔日为什么要修定？哦，有的人嘛是因为色界的这个禅定的乐，就是胜过欲界的男女欲，哦，所以我要来修定。哦，这是一个快乐的好处，所以我要来修定。那么伊得到定了后，伊就贪着。这种的禅定的滋味，哦，那么贪着这个滋味呢，伊就定定想要入定，哦，伊就是一味想要入定，那么安住伫定中，哦，伊只要心安住伫一个境，那么这种的轻安乐，哦，这种的快乐呢就现前，哦，所以伊就是爱安尼坐，哦，坐咧拢莫创啥物货，伫遐就享受这个轻安的乐。那么享受这个轻安乐呢，一味贪着，一味贪着，迄就有过失。那么为什么安尼？吼，就是因为伊对有这个味净如，吼，以见为功德。
这个净露呢，有种种的功德，无唔对。这个定有足侪种，有种种的功德，因为伊无烦恼，破掉这个欲。那么伫遮呢，有种种的好处，这是对的。啊，毋过呢，你是因为干呐看到伊的功德一部分，伊嘛有真侪过失，你煞无去发觉到伊的过失，你干呐看到伊的好处的这面尔，所以你着根据伊的好处的部分，你着一味贪着遮。我若有时间，我着是想讲要入定，为虾米？因为伊有平安，有种种的好，有种种的功德，互我得到快乐。你就一味安尼尔，所以我拢唔免创啥，我拢无爱做啥，我就是入定，然后呢享受这个天安乐。那么这当中呢，就有犯着戒，犯着这条菩萨戒。那么这种的犯戒呢，是污染的烦恼心，互你犯。安那讲污染，因为你是贪着这个净露的快乐，这其实嘛是欲。是色界的一个贪欲心，欲界呢有欲，那么色界呢其实嘛是有，咱讲这个贪的烦恼呢，你伫欲界是贪着这个五欲，就是外在的境，这个外境呢色身香味触，这物主，人讲的物欲，你伫欲界会当贪着这尔。那么你伫色界呢？贪着啥？就是贪着这个净露的快乐。所以这嘛是贪。如果你若一味贪着这个禅定的快乐呢，就是有犯着这条界。那么这个呢，其实嘛是思想的问题。如果你若是唔知影讲修定的目的是要创什么会，那么你一旦得到定了后，你感觉讲这个所在呢？是一个安乐自在的，一个好所在。我着待遮着好啊，拢毋免创啥物货。那么外道呢，伊着搁较严重，伊认为安尼就是得到解脱。有一种的外道呢，伊认为讲，即个欲色界色界的定，即个就是解脱。安尼，所以伊到遮呢，伊认为讲我的目的。就是完成啊，我一定得到解脱啊，得有这种的情形发生。那么佛教徒，其实嘛会有，伊虽然伊袂认为讲这是解脱的境界，不过呢，学法无深入，伊唔知讲目的是要创什么会，伊嘛是讲认定讲修定是真好，会当破掉这个欲。啊，不过当伊得到禅定了，伊煞无遐多出离。因为这个定嘛有种种的过失，其实呢，唔是讲干那有功德呢，伊阁有种种的过失。安那讲呢？因为伫个这个定当中呢，伊嘛是无常。定呢，伊并唔是讲究竟的解脱，伊嘛有，伊嘛是变动的。你伫个色界也好，色界的果报。伊嘛是无常，所以呢，这个人讲诸行无常，就是安尼。你虽然观察讲欲界，是无常，不过呢，你同款，大家色界、无色界，即个五蕴呢嘛是，伊亲像病同款，欲界的欲，就亲像讲人的病，是无，唔是可爱的物件。那么你到色界呢，同款色界的果报嘛，亲像病同款，亲像讲这个烂条啊同款，啊是讲呢，亲像讲人咧人咧下这个剑，你只要有这种的五蕴的果，后边就有真济问题、真济过失出现，所以你伫三界内面呢，不管你到对，拢总有这的过失。所以你要认清这个属性，这个所在呢，不是一个安乐的所在。虽然破掉欲，破掉这个欲心呢，真好，
你着禅定，禅定有真侪功德，因为你要修啥物货，你要修神通也好，你要具足佛法的功德也好，拢必须要有禅定，所以伊确实有功德。毋过伫即个境界当中呢，嘛有真侪过失，因为伊还袂究竟解脱。伫色界、无色界也好，嘛有真侪过失。后壁呢，附带真侪过失，对伫你后壁。这个剑呢，射过，虽然还袂拄着你的身躯，你走，你伫遐咧走，这个剑伫后壁咧用，伊对调的，所以你就算互你到色界，互你到无色界，等于讲你早晚一工，你嘛会互这个，这个剑呢，甲你拄着。什么剑？诸行无常嘛，诸行是苦嘛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只要是有违反的，伊总有败坏的一天。所以你爱认清讲这个过失，然后呢，你得到这个定了，你爱赶紧出离。安那讲出离，你袂当贪着这個。你若贪着这个禅定的快乐，那么你就一味就伫遐。那么就伫遐，结果呢？你定，那时间到，你嘛是走袂开这个无常，你嘛是同款，离袂开这个苦，因为苦呢，对伫后壁。当你的定力无去的时阵呢，欲界欲得个浮现，然后得个苦过来啊。所以你要认清讲。要安怎去处理？就是讲你得到禅定了后，你对有这个禅定的快乐，你嘛爱干咩？这种的快乐呢是唔好的。这种禅定的乐唔好的，就亲像病同款，亲像烂条啊同款。这个烂条啊，咱啊读古课书的有讲过，这个烂条啊，如果你若用冷的物件甲捂的时阵，感觉真爽快。如果撞到小的东西，会感觉疼。那么今天定也同样，你虽然感觉乐，不过呢，是错觉的乐，那不是真正的乐，不是真正的快乐，是让你错觉的。你虽然得到定了，有感受到这个轻安乐，真爽快，不过这个乐呢，是你的错觉。因为后壁呢有真济问题，有真济过失，你若无注意呢，随时苦就会来。那么亲像一支剑，对伫你后壁，啥物时阵要拄着你呢？你毋知。所以你当你得到禅定了，你有哪爱，对有即种个快乐，你袂当贪着。你若贪着落去，就有遮个过失。那么即、這个。佛教导的思想呢，你得爱安尼去想。那么我今仔日既然安尼，我是安尼要修定，既然讲也袂当贪着迄个定的快乐，那么我修定要创啥货？即、這个弥勒菩萨有讲，伫个即个修所圣地，伊讲伫个即个定心内面的智慧呢，伫个定中的智慧呢，会当互你对有。这个真实的境界，所知的一切境，你会当有真实的认识。咱一般呢，你对有一切的境呢，所缘的境，你看的时阵无真实。为什么有蒙蔽？咱有蒙蔽，咱有无明。一切法是空空无常无我，不过你看到的时阵呢，你无安尼认为。你看了，你的观想，你感觉真好，你贪着，那么你感觉讲我的生命不是无常的，咱人有这种的感觉，讲这个死亡，对我来讲阁真早，未去想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？咱无这种的无常的概念，那么一切法无真实，咱嘛无安尼想。咱拢认为是真实的，所以呢，人甲咱骂一句，
因为你执着即个我，执着有真实的我，所以你会无欢喜。人若甲咱赞叹，你就会欢喜，因为你执着即个真实的物件。即个赞叹，也是讲即个骂，拢无真实嘛。啊，毋过你是安那会有遮烦恼？就是因为你认为伊真实的，那么你有遮种种的无明。所以你对于一切的境，你看到拢看袂出伊的真相。那么要安那会当看到伊的真相，就是定心内面的智慧，伊有这种的力量，互你会当对于一切的境得到真实的认识。简单讲就是安尼。所以佛教徒为什么要修定？因为你善乱心的智慧无够。今仔日咱有学佛，有学这个佛法，你嘛知影讲无常的，嘛知影讲无我的，不过呢，内心知，迄个力量无够。人甲咱骂时阵，你哪会当骂我？你哪对我无好？啊，是讲呢，这个惯性，有死亡的时阵，无法度接受，会艰苦，会哭。你明知影讲是无常的，不过呢，就是爱艰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智慧无力量。那么弥勒菩萨甲咱讲，你得爱有定，伫个定内面的智慧，伊就有力量，会当破掉遮种种的蒙蔽。所以今仔佛教导呢，你修定的目的是要创啥物货？就是要帮助你的智慧来断烦恼。所以今仔日。咱讲你若修定，会惊讲得到吼，迄、个天魔啊干扰，吼、啊是讲有种种的即个障碍、那么为什么？如果你若无认清你的目的，就真自然。你看到即个定内面有种种殊胜的境，你就会迷失去啊，因为你毋知影要创啥物货，你就拢袂记即了了啊！啊，所以有即个境出现了，哦，见到莲花，也是见到佛，哦，那么你会感觉讲，我的境界安怎安怎，啊，就随迄个境转去啊。如果今仔日你来修定的时阵，你也知讲，我的目的就是安尼，因为我的智慧无力量，所以需要定来甲加强智慧的力量。我会当断烦恼，那么你若有这种的人生呢，有这种的目标，你得到定了后，佛来跟你无关系，啊是啥物菩萨出现跟你无关系，迄跟我无关系，就算魔来啊，啊是看种种的境，迄拢跟你无关系。有当时啊，有个人静坐就是安尼，我。会去问啊，讲我坐的时阵啊，安怎安怎，有看到啥物景，看到啥物景，啊是讲咧身体，忽然间感觉无去啊，啊是讲咧，敢若亲像虚空共款，都会有遮个问题，啊这到底是安怎？我种着，我是种着几地啊，啊我种着啥物果啊，其实拢毋是。嘿，自然你心呢，若静，会有种种奥妙的情形发生。那么你莫管，因为迄毋是你的目的。你会知影讲，我今仔修定呢，就是为了要帮助我的智慧来断烦恼。断烦恼呢，人讲你要斩掉一个恶魔，你靠一支剑。啊，毋过这个剑呢，若伤钝，你破袂。破袂死，你要甲抬呢，抬袂掉，啊是你要切这个锁啊呢，斩袂断，那么你得爱去甲磨，磨好来，那么智慧要安怎会来，就是爱靠这个定，定呢会帮助你的智慧好来，那么你一个烦恼就斩掉啊，所以修定的目的就是安尼。弥勒菩萨就甲咱教，教你爱有这种的认识，定心内面的智慧，帮助你会当看到诸法的真实相。所以重点呢，嘛是智慧，唔是定。那么你若讲行到定的部分，
结果呢，未记即你诶目的，未失去，然后贪味着即个定诶快乐，即个呢，就是有犯戒。那么你若贪得着即个快乐呢，你诶，其实呢，就真可惜。本来你应该爱搁进一步，走向解脱诶。啊，毋过呢，你着停袂伫遮，煞互你无遐多，过来增长你的智慧，来断烦恼，所以无应该安尼做，无为患者，若为断臂，升起傲欲，功损如前。那么贪着即个禅定的快乐，伫啥物款的情形之下，无犯着即条戒？伊是只无犯着即条戒，无即个犯戒的过失。按过呢，你贪着即个禅定，嘛是过失。就是讲，当你有断掉即种，即个贪着心，我有即种的意愿，我要断掉贪着禅定快乐的心。按过呢，实在过去安尼分析，即个贪欲心呢真大，那么有当时啊呢，你若禅定入定呢真久，即个贪味心呢迄种调的，那么你虽然后来了解讲，无应该贪欲，无应该贪着即个禅定，我应该进一步来修慧来断烦恼，啊，毋过过去呢，坐禅一段时间啊，即个境界真爽快。那么入定了就是想要去享受，这当阵呢，就无烦，功率如前，伊这个功率如前呢，就是讲，你有发起精进，啊，不过呢，烦恼实在是太明利啊，甲咱蒙蔽咱的心，那么伊时时呢，拢有这种，这个贪着的心的现前。所以安尼就无烦，啊，毋过呢，贪味嘛是有贪味的过失，袂当讲无。所以这呢就是讲，你若是贪着即个禅定的话，作为一个菩萨呢，无应该，因为这毋是究竟的解脱。你若甲认定讲，即个就是安乐，大安乐处，那么你就到这为止啊。不过事实不是，因为后面呢，阁是无常，阁是苦，这不是究竟的涅槃，所以你要教育众生呢，你要有真深的智慧才能教育。那么你到这呢为止，就无遐多，这智慧呢未当开发，因为一味贪中呢，你的心呢会愈暗昧去，你就干那想要坐伫遮，拢莫创啥物货就好啊，已经自然。因为这个快乐的滋味呢，你就一味想要享受。那么我的时间吼，就是连续坐一天吼，我拢在遐享受这个快乐。那么出定了后休困一下，第二天呢，搁入定，搁来享受快乐。那么你应该爱合法，你应该利益众生呢，这代志你就未想要做。就是想讲你若一味享受这个五欲乐。那么要叫你修这个善法呢，你就袂想要去做，你就一味咧享受就好啊。那么今仔贪欲，贪味这个情欲，嘛是同款的情形，你就是想要一直贪味尔，一直想要入定，那么点点都卖种啊，真好，安尼就犯戒，无符合一个菩萨应该有诶行为。今天，讲到这裡。